从我民选小进天，心是其中出事了。我民为了天书分量打起来了。啊，师父，这位是满孝杰，咱终于正式见面了。终于，前辈是什么意思？是我发现请你风逍遥前来独享。是班大哥啊，咱先卖讲这么多，将事求出来再讲。好啊，那也不好，让我来推林破岗。免迟了，南阳与太美环结阵，回精通说法及其他三元法宝难以破解。那师傅，这闭关关在哪里？我马上去取。在南阳起手。哈，那是如今书接阵就好了。师傅，今麦我要怎样才能救你？我的身体也未恢复到一定程度之前，出奇迹的连累人。可是，满孝杰，大约一年前，我与我见到阴阳宗与道宗弟子接头，行车怪异，后来巡山调查，发现因加入秘密组织，我本要继续追查落去。但因却事先掌握我的动向，转移阵地，营中去了宗家。前辈虽组织，是福就是祸，是难东西不敌因的来者，由洪天元轮回中去栽种。我无想到生变故，又惊多些中人难以把守秘密。只能往其他地区寻求协助，但其他地界我无涉足，并无交情，只能暗中随风中速度移动师傅离开佛国的你前来独行，就恁其力对付佛州西怀。风逍遥出身独行，可以理解。但为何找上我？段良曾经提及过你，以信的鬼人，我才能相信。那为何不找孙俏？因为别家，所以俏出来关系太过神秘的苏叶文，总惊人顶人，也不在前辈考量之中。我希望解决温柔。无想这个生机，我明白，无欠，使我不能及时透露自己身份，也累你更入了漩涡。不妨，那前辈，天机道是否也是你找来独秀？不是，但我推测，设局将天机道回还独秀之前。可能另有计划，前辈知晓是甚么阴谋吗？我尚无头绪，但天机都已奇迹不败消失三十几年，为何这么卡好？在分量回归，无情纵我地球之后，突然回返多少？此时剑中应有所警觉之时，唉。毕竟宗派有变，在事情尚未严重之前，我不便介入剑宗内部。这段时间，前辈可有暗中接触过天启道？无，若无全面把握，我必须片面打草惊蛇。我会设法查出前辈有心之事，还有一丝相通。前辈请随，不管未来发生何事，请给丹阳一个解决机会。为什么？
丹阳书记这么苦，应该和书中的人都知道他做了什么。他不是坏人，他打上师父霸占天书分量，这样还不算坏，不然怎么叫做坏？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第二次的机会，你该最了解，不是吗？聪聪，我有人书中再往清楚，有小刀灵通突然多好，蛮笑样，请你快带聪聪离开。我不会，我啊！